你买多少钱？我买的贵啊，这个价我私底下跟你讲。哇，这个是真的呢，真的真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llain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石棒，但是不是去跑车，也不是，我要来看我的叔叔。叔叔。那么就是我身边这一位阿德。Hello， 你好。介绍一下自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德翁。今天我们主办一个 Honda R&S， 是 Type R、Euro R 跟 X2000 的 Track Day。然后那么今天他不只是主办啦、啊，那么他其实做这个Speed Gaggy Review， 那么是你的 YouTube Channel 哈。对。那你自己也是在新加坡做卖车嘛？对。就是 ACM 嘛。对。这样下次邀请我去，我们下面卖车。也可以。因为我的那个 Facebook 跟那个 YouTube 我们看那个数据啊。马来西亚第一个啦最多啦，第二个就是新加坡。是吗？所以新加坡超过20%。很多新加坡人看。什么数据？就新加坡人喜欢看。我的东西哦，对，我也是其中那20%的里面嘛，零点几了哦，也是。我今天不只是来看这个 trade day 啦，今天我是要来看你自己的珍藏哦，珍藏有一辆 Mugen RR， 还有看一下你的这个 EK9， 对，其实 EK9 马来西亚有多了，但是我没有去看哦。那么在我朋友的店全部是一半的哦，一半的，好险了 ，half half cut 的，全部是 half cut 的。那你的 EK 是怎么样？好，可以， okay， 来，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这来带我介绍一下你的 EK9。好，这是 EK9 了，在新加坡很多人看到这个车就懂是我了。真的没？不能驾这个车出去做坏事的啊。真的每个人懂了，那因为很少嘛，然后我这台车的曝光率也是高嘛，然后白色 EK9。其实新加坡人喜欢 EK9 吗？喜欢。好了，我在油站打油，那辆安哥，哇！你可以打白耶他们会跟我这样讲话了，是吧？很多就是 EK 四 try to 改 EK 九这样嘛，有的有改像我以前有的有改五个浪呢，有的还是留住四个，四个就看得出来就车当时我买回来的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了，也是那个很惨的，没有很惨了。就是不是很理想了， uh-huh。 那个漆也是喷过一轮了，对，喷过一轮，喷两个多月了，喷两个多月因为那个安哥喷了一番，他跌倒，连我讲不要紧，你休息好，连慢慢喷了，慢慢喷。我记得你在你那个 video 讲过射气跌倒，射气跌倒，你拍死了我，因为安哥熟料搏斗，熟料搏斗，我们在行不行？我不好意思去推它，然后我最近有做的东西是我把那个 spacer 给放 spacer 给那个轮子出来一点，不然不好看吗？对，然后有 restore 里面嘛，很多 bus 都是在马来西亚 source。你这个真正的年份是几多？2000年的。真正2000后期哦。后期的。真正后期嘞。对。其实以前当年这辆车在新加坡卖多少钱？哇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看也是百多2000的车来的，已经，因为当时 COE 也是高的。所以 keep 住它原装。开始来的时候，我不为什么早期玩车的人哦。这个东西他们都拆掉了对，然后补平它我不喜欢，我还是喜欢要跟那个不一样嘛要跟那个不一样了，原装不一样，对，你可以看来看了，就是我一开门就知道了那个感觉你后面不是黑的吗？对，就是之前车主是包红的，我在我的 review 我也讲过，我要包回黑色，因为黑色才是原装。其实这个也是包过的，因为字应该是黑色的，对，它的字是白的雷金王这些，所以这个是我要做的东西，慢慢来了。那个一直一对我是买过了的，我还没有装上去了。买了啦，放在新加坡了。所以你的锁匙是哪一种头 ？Normal 锁匙还是 EDD？ 我的锁匙是这个粘钩锁匙。是，这个是真的啦。真的。因为过后期的它也是有变那个短的，对，一粒一粒洞啊，一粒一粒洞的，对。OK， 我们看完了非常干净的 EK9 过后，来看看它的 RR。纯原装啊啊，纯原装 ，keep 住干净 ，keep 住原装了。但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不好的哦，是这个避震一定要跟它换掉。它原装的避震很硬啊，哇，很跳嘞，哇！我的同事昨天叫上来，他一直 com 在 com 我，这车这样跳是对的吗？好像是这样的。他讲以前我觉得戴尔好驾，现在我觉得戴尔不好驾，有可能。你换一套随便啦 ，Nitron 啦，什么鬼啦，下去就漂亮了。对。是，但是你要 keep 住它原装吗？是要 keep 住。其实除了避震，我觉得全部 keep 住原装哦。不然真的很难驾了，真的。是。它的动力也不用什么改了，坦白讲，这是真的是。K 转低。这个不可能换的吗？这个来。这个就是拿那个 carbon 的喽。对，那个 carbon 的壳，不过 R 的那个 R 的 R 的那个 airbox。为什么新加坡都爱 Amaron 啊？不懂嘞，这个电池比较普遍了，比较普遍。满街都是啊。满街都是。你们这边用什么？我们有了蛮多 brand 的。
Amaran 也是有了，是哦，因为我帮他做过广告。哦，对啊，哎，你都算 keep 很美嘞。是是是，所有东西你有照？有照，有照。哦，弄回去。对，最主要是设计了，那个气要没了。引滴呢？引滴呢还是送的，全部送到完。现在走这什么价钱，你知道吗？200多千呢、啊，新币。嗯，有人 offer 吗？有了，有。有人 offer 你啊？因为你们这种车，你看啊，整个新加坡2-2是你讲价钱罢了，你懂吗？是是是已经不是哎多少钱？对对。你不要我讲，你开。对对对。啊，开了我愿意，我放给你。今天呢、啊，就算是那个是很好的朋友，50千我嘛给他。啊，你懂吗？因为这个是 no value 的东西哦。对对对。是about价值。物以稀为贵了。啊，对。物以稀为贵了。对。所嗨，那个车这样贵吧？你喜欢就是你喜欢，你不喜欢就是你觉得不划算了，懂吗？但是你也不是讲来买卖，你算是一个自己的收藏这样子。是是是。我们的懂吗？他一出来。300辆，10分钟卖完。Uh-huh. 这个世界没有一辆车是这样子卖的， uh-huh. 没有一辆车10分钟就可以卖完的。Uh-huh. 很多车我们看那些什么 McLaren 啊、Ferrari， 他们可能是他卖30辆车 within 2天，你知道吗？ Uh-huh. 啊，这种买 Honda 的人是疯的啦，一出直接扫到完，而且 Honda 是 Honda， Mugen 是 Mugen，玩 Mugen 的又是多一半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哎，这个是一个 legendary 的存在。是是是，但我不懂 feel 到现在，好像 FK Park 如果出，那时候 FK Park 有出 limited edition 吗？那个黄色那个吗？那个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风这样啊。没有讲吹到哇怎样，没有嘞，但是都卖600千呢。是是是，在风吹 FL5 嘛，这个 FDK 没有什么大分别，只是他把那个冷却的东西全部做好。嗯，重点是 Saitama 做的，是日本做的。他就 JDM 了嘛，是了，就 JDM。但是现在 FL5 有想要入手吗？有想过了，要看价钱。我不懂得全世界在讲，新加坡还没有一辆来的，因为可能那些好的都给自己的 domestic market 先嘛。新加坡油价多少钱？一个 liter 98，3.2块咯，3.2块新币。新币。打完这一辆车要多少钱？打完这辆车大概120-130。120-130。130新币，对。就是马币。300多。哇，你连车后面 exhaust 全部原装到完了。原装到完，对。哦。什么都没有改到。哇，这个是真的嘞。真的真的。我在抓看呢、啊。有没有偷偷放假的？啊，对了对了，在一起。我本来想装一套 spacer 再上来的，不来不及了。我觉得那个 rim 很像穿裙子这样躲在里面这样的。啊，对啊，没有，阿也是这样，是是，EK 也是这样，很里面的，很里面，很里面。我来看里面。哇，这两张 Mugen 的椅子。刚 Mugen 的椅子啊，哇，很瘦这个椅子。啊，对啊，它做了啊。给比较瘦，我坐都不可以，真的，我不可以。我有坐过啊，我像那个 V 这样子啊，我坐在上面。啊，你坐不到下面了。我硬跟他在上面了，然后去加一下。哦，对，我们这边很多辆 FD 做 Mugen 的，全部我的 group 来的。算 Mugen 啊？以前我没有做 Mugen 的，我给人家拉到一起去做 Mugen 这样啊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我们就看一看这个阿德每次拿来下 track 玩的 FD 2R。FD 2R 对。这个是真的 R 吗？真的 R， 真的 R， 真的。那只有两个 R， 这个一个 R 啦。这个一个 R， 这个一个 R 对。那么这个是什么 build？这个是 K20 啊，重新我5月刚开的时候，我的 Trust Bank 有爆过，所以我重新再做多一粒 K20，然后换了 LSD， 换了 ADS 的 LSD， 然后。Carbon 的。啊，不是，我买那个 Metal 的。Metal 的。啊，然后后来呢，就换一套 Nitron R3 下去。啊。我那个本也是跳的。但是一下场你就 feel 到它的价值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Engine 你有做？有做。做什么？Piston Conrod 全部。Piston Conrod 对都有做。然后换这个无根的盖啊。无根的盖对。然后换一个 Hybrid Racing 的 Intake Battery Relocate 器下面。嗯，能做换一个新的包 cover 这样的、啊，Mugen 啊，也是Mugen这样，死都要一点点了，一点点啦、啊，一点，因为这个车室内是全部Mugen嘛，对对，啊，我Mugen是外面啊，里面我没有Mugen，因为买那个椅子Recaro 比较窄，对 对，我比较喜欢 Bright 啦，坦白讲，嗯，会很奇怪吗？拥有2-2 FD 多啊？哦，没有啦，我是觉得那个是机缘巧合啦。我什么叫做机缘巧合？就是我朋友要卖，然后我们就随便啦，我看可以入手，我就入手一下咯。可能那一辆车有朝一日我是卖的了。我买了贵了，这个我私底下跟你讲。TC105X Alcon Brakes， Alcon Brake 啊，好用没？我们那时候用 Alcon 了，现在很多人用 AP Pro 5000R 了。啊，是咯。啊，我这个我觉得还可以用，还蛮刺的，我就 keep 住它这样了，我就 keep 住它。它不会 unbalance 吗？就是你踩 brake。哦，有时候啦，有时候会啊，有时候，有时候啊，有一点这个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们都是用这个 R171 R， 是新加坡的国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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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？
这样喜欢有人用这个胎啊？因为它真的是很抓地，然后也耐用，真的。这个我们没有啦，我们全部跟人家全部用到完了。ITCR 最好。对，哇，哎 ，Bridgestone 可以 sponsor 我一下吗？看到的话，我帮你打广告。然后里面就 OK 了 ，standard 了。里面 standard， 我全部换黑色的。哦。啊，以前是红的，把我买整套黑的来换，连 carpet 都是黑的，连我的那个换到完。对，原装地毯我收在家里了，我这个我本来就是初用的。哦，默的 steering 了。对，默 steering 走 NSX 的那个换 button， 换 button， 对，跟那个 gear knob， 然后后面的椅子也是换黑色咯。哦。那其实，在马来西亚呢，黑色是比较少人要的。是吗？哦，我是要黑色的。每个人呢，如果他的 FT 都是黑色，因为他们是讲什么，红色是早款，黑色是晚款嘛。啊，黑色是晚款，然后有一些 import 的又不一样。对。啊，然后就是日本进口又不一样。对。哦。买黑我觉得比较耐用吗？我看那些人家的 FT 的，那些没有照顾的，我看那个红色椅子，我不敢坐嘞，因为它变黑。啊，它大是大酱，我看了哇哈。你在上面有很多方格酱哎，我就不敢坐。哎，你后面戴呀，有点碰到塞车。啊，对，我前面255，后面225，这么不要放宽一点。我走 reverse stagger 吗？这样我前面屁股会触吗？屁股触的Honda照道理比较快吗？照道理了，照道理比较快。前面以前是原装那个，以前是原装的 spoiler， 连走马来西亚的 J 学生嘛。原装马来西亚 ，OK OK OK。现在我要讲一个，我是马来西亚人 ，OK， 你是新加坡人嘛？对。那么你们新加坡是怎样看马来西亚的这个改装行业也好 ，motorsport 也好？我觉得挺好的，因为有很多很有创意的人在做创意的生意嘛，然后帮我们省钱嘛，我觉得可以那种可以玩的、啊，摩根没有玩啊，摩根你玩嘎嘎，我给人家讲嘛，要不玩就玩，因为它东西可以保值嘛，我就对，所以我就买咯。除了摩根之外，没有人玩原装的了。坦白讲了，我你看这边很多那些有 kit 哦，除了摩根，我不敢讲其他的是原装。哦 ，OK。就车灯也好，什么都好，车灯原装版 ，body kit 很少嘛，很少。哦，看马来西亚不错，马来西亚好，马来西亚好，没有马来西亚这个改车工业在新加坡可能会逊色一点，比较慢一点。其实你们在新加坡完成累吗？难累啦。其实你们改了一样东西，是不是要去验？不用。其实不用啊，除了 exhaust 啊，除了 exhaust 要去验，其他的不用什么去验的。所以你们每次拉到7000-8000转、9000转都是对过了我们的一些 border 过后做的啊，对，新加坡可以了啊，头两个牙啊，九张啊，等等，黄金。就像我们每次来马来西亚嘛，像我朋友带我去三威看一下，看哇，琳琅满目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店都有，有吗？啊，原来是新加坡。不过三威是一个地方的，要很小心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店很厉害。有一些店更厉害。哎，好。啊，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有些店是真的好料的胶水。是。有一些是很厉害写那个东西啊。哦。那个单厉害写。哦，单厉害写。但是做没有这样厉害啊。分两种嘛。对。一个厉害写，一个厉害做嘛。对。啊，两种啦。对。就三位也是要小心，希望下次好可以下新加坡。啊，对，下来玩我们多交流，吃一下新加坡美食。啊，我们每次什么东西是新加坡美食？来讲一下。Bak kut teh 你们也是有吗？把我们的 flavor 不一样，你们是辣的，你看辣、胡椒汤，胡椒的，你们不一样 style 的嘛，有些不一样 style， 然后可以吃一下我们的猪杂汤哦，海南鸡饭哦，海南鸡饭，我觉得这种都 OK 的啊。你们的鸡饭有 standard 的，有 standard 啊，没有，这个新加坡啊，10间鸡饭，9间可以吃，最出名那个不可以罢了啊。拿过新的哦，对，拿过那个轮胎的新的啊，对，我去吃过那个，我直接给配 review 那个不能，还好，我随便去啊，隔壁啊，那个 food court 啊，哇，好吃，真的好吃，那好吃，这个是讲真话，啊，实话，真的了，实话实说，这巴超米哦，哦，这个是 JB 啊 ，Johor 跟新加坡最多人吃的东西，巴超米，他们讲每天早上就吃那个东西，对，我的朋友的就是有那个拿轮胎的新的巴超，哎呦，很多人排队的，每天好料，每天排队30个人这样的了，就是你去的是30个人在排等的了，所以我跟你去的话不用排队啊，我们私下安排，私下安排，新加坡的话给你。哦，虾面啊，福建虾面啊，这个可以，白色的啊，白色的，可以，我这个我们要去 try 一下，对 ，OK， 好，那么今天非常高兴。
对，阿特上我的节目嘞。哦，没有，我也是荣幸，我是荣幸。哎，我很喜欢看他 review 的，一个 review 车人喜欢看别人 review。对，我们都是看每个人的作风，就是也是要找一点不一样的款灯这样嘛。对，你的好看我喜欢。是。你们记得可以去 follow 他的这个 YouTube 啦。是。Speed Gaki Review。是。那么他有讲英文的啦。好，今天我们的 video 到这边啦。那么记得去 follow 一下他们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， 就是叫做 Speed Gaki Review。那么要买车啦，在新加坡买车也可以找他啦。是。你是做什么二手车吗？买车卖车 consignment 什么都做，进口车也做，就是放在帮你卖啊，自卖。还有什么？进口啦，进口也是做。如果要进口，可以帮你看一下咯。他不急的啦，他不急的就可以搞定了啦。对。好，那么叫做 ACM Automobiles。是。广告啊，大家 set 啊，等一下，搞定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的 video 到这边，我们期待下一次合作 ，OK？ 下次合作，下次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